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好看中国蓝》，我是长庚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由梅婷主演的都市家庭剧《陪读妈妈》明晚呢将迎来大结局。在明晚的剧情当中，李娜在家门口碰到了胡媛媛，两个人呢就交流起了彼此的近况，特别是在家庭和孩子的方面都是十分的感慨。另一边，胡媛媛的丈夫杨义忠呢也是为了回归家庭而努力着，他起早贪黑送外卖，就是为了攒钱买下一个房子，改造成咖啡屋送给胡媛媛。这不，杨义忠工作了一天刚刚回到家，他的儿子啊非常的懂事，把妈妈刚刚做好的冰糖雪梨就拿了过来，这也是为两个人创造独处的机会。这也是那么多年胡媛媛啊第一次关心老公，她告诉老公保温壶里呢有冰糖雪梨，让他记得明早带走。那他俩能重归于好吗？让我们一起往下看。哎，你们家这个丁依依啊门槛真精啊，太聪明了，这孩子太灵了，他能出这样的 ID 啊，以后考藤校绝对不成问题。你还夸他呢，他那点小聪明从来都不用在正道上。哎，不过这个丁志远当了雇佣老爸以后，每天在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扫地，所有事情都是他干，到了晚上他还辅导丁一的功课。啊，他可真成了陪读爸爸了，大持久战了。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想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到哪一天。我就是气不服，他想要复合没那么容易。哎，这是给我秀恩爱吧，心里美得很呢，是吧？冰糖雪梨还加了川贝，这一看就给我爸炖的呀。你腿好了嘴平了是吧？润肺清热，预防感冒的。我又不咳嗽，我也不感冒。我回来了。哎爸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开会晚了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爸爸请客，咱们去外边吃去。都几点了还能没吃吗？爸，这是我妈刚给你炖的冰糖雪梨，还加了川贝，说是喝完之后清肺止咳，你就不咳嗽了。妈，那你跟我爸先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听你话。保温壶里给你装了，你记得明天带上，趁热吃吧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热去。谢谢。看完了《陪读妈妈》，还有精彩的古装大剧《扶摇》。在接下来要播出的剧情当中呢，古凌风之死是导致了都统位置的空缺，于是啊，扶摇决定要女扮男装去参加选拔大赛。没想到比赛规则极其残忍，扶摇呢也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一轮选拔，还遇到了来参加比赛的宗悦，众人呢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比赛的最后，扶摇和宗悦竟然是相持不下。于是呢，这个时候无极就出来打了圆场，希望两个人是共同夺冠，这就让大家都以为这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。三人的默契配合呢，也是让战南城对扶摇信以为真。那他究竟会封谁做新的都统呢？让我们一起抢先看。宗先生早就誉满五洲，名声在外了，何必跟我们这些无名小辈来争一个你不在意的官职？我当是谁呢？不过是无极身边的一个野卫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不在乎这个官职，可我偏偏就不想让你赢了去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放弃吧。这话也刚好是我想说的。战兄，无极今日有一事相求，能否让那二位都赢得头名？再这样打下去，恐怕有一个人要伤着了。不必。
我的功名不需要太子施舍。江峰，你。 设计的比武，当然要放入个活人才有意思了。如果刚才我来晚了，没有接到他，该怎么办？会死啊！你怎么？你有意见？大王，您不早说，上面挂的宝贝竟是个女人，我刚才一伸手，胳膊差点压折了。若是因为她连累我受伤了，大王您就得不偿失了。 说的倒也没错，好在你没事。既然你是今日的头名，本王有言在先，自会如数加封。这样看来，扶摇每次到了关键时刻，都会有人出手相助。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剧情，稍后22点记得锁定浙江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以上就是本期《好看中国蓝》的全部内容。稍后记得锁定浙江卫视为您播出的《扶摇》。好的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